大家好，我是宝妹，欢迎收听乡亲的朋友收听咱一百空八年六月十九号礼拜三，由我小宝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所服务主持两点钟的新农播客站。咱收机边在听友吼，你卖着急哦，因为阿宝老师呢今天要慢个几分钟，你可以呢稍等一下再打电话过来哈，卖赶紧。不要紧张，好，待会老师会慢几分钟，嗯，对的哈，晚个几分钟，好啊，再来打这个电话哈，等下老师那是上线了，你有什么款的问题，当面头一听，可能较详细哈，因为不是宝妹不会传达哈，是因为老师那是刚刚讲有疑问的时候，可以马上呢再问你一下下哈。好啦，今天是咱的六月十九号，今天大家过得如何呢？非常热的一天，对。老师呢，阿伯上山进前，和宝妹呢，小花甲好朋友吼讲一下，平常时拢是阿伯老师即个好朋友呢，哎噼啪啦讲一堆，所以呢，我要讲话机会并无讲介济，我只会当帮他呢，哎点一下题目啦，串一下场啦，帮他呢，哎稍微过滤一下很多的一些电话啦讯息，但是呢，伫个听好老师上山进前。宝妹伫遮吼，先甲咱小姐好朋友吼，针对咱的节目的部分，搁再一次呢，详细甲咱的乡亲解说一下。因为这是咱换吼换这节目时间，包括呢公司伫个节目方面做一个大改变了后，进行的第二天，介侪好朋友呢，你讲你袂习惯、袂适应，这是正常的，因为拄开始嘛。咱想无呢？伫这个时间吼，进前的这个时间五点到八哦，五点到七点，已经也做了吼七八档啊吼，已经有七年之多，快八年了哦。因为今年是108年嘛，阮是阮对101年开始做的，所以呢也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么长久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这就是一个习惯。习惯伫这个时间呢，做什么款的代志？伫这个时间呢，听听阿宝老师讲一个农业知识，好，我家己呢学习淡薄仔物件，会当呢照着吼相关的知识，我伫个做事的部分会当进步。我相信这是咱介侪好朋友呢听咱这节目呢上界主要一个目的，会当透过老师的讲解，看是甚物款的问题，我会当来改进，我的修行会当较好，我做物尽量会当较理想，品质呢过了好，是不是会当吼五万？给哈，给赚淡薄啊钱，这个我们都是哈，用这样的心情，那都是用这种心情啊。但是呢，自从昨呢改变时间，为乡亲呢啊重播时间呢，啊那听无啊宝妹啊，你是改去几点？啊嘛甲我讲者，无我嘛吼，换来迄个时间听。来，伫遮先搁甲咱的乡亲讲一声，歹势，歹势，真正有够歹势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如果是要听收音机的部分呢，重播的部分没有了，但是你如果是利用网络去收听的朋友，你会发觉说我们网络的时间原则上都没改变哦，还是同样呢是你熟悉的声音，所以我们网络跟我们现场在收音机听的这部分呢是分开的，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些问题就来了啊，是啊，我的手机没吃到饱呢啊，我的手机有吃到饱，但是我不要用呢，我吃到这年岁啊，我不要使用哦，手机听吼听网络呢，那怎么办呢？对啊，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其实呢，也不是说介大问题，可能你不要操作，对你来讲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对一个少年家来讲，也要使用电脑，这个对他来讲是什么啊？小菜一碟啦，简单的代志，刚好我个电话，是的。所以呢，好朋友，如果你呢是真正找无人跟你斗三工，那你不妨吼打电话来公司跟我们问一下吼，问可能会当跟你安怎操作，或者是讲吼厝边的这吼少年的，跟他请教一下吼，讲我不听网络的电台，啊你是不是会当跟我斗三工，跟我斗用一下，或许这样的方式呢，也可以收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就是说对咱的乡亲吼较歹势，现在呢你若是要听重播的部分，只能够透过网络。啊，若是咱住附近的朋友，你讲我住附近，我听乡亲听袂哦，啊是的，啊是的。所以你每天早上呢，你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你唔通想讲我转唔着台。我相信其他的主持人伫因的节目内底嘛，再三强调，你即卖所收听的是99.5新农广播电台，对。不管讲是阿琴啊，或者是讲其他的哈，也迄个主持人他们。做的就是在
公司的频道出现的节目，所以你没有转错哦。啊，咱暗头的时间，伊阮会甲好朋友呢来约会，只是讲时间呢延后一点钟。啊，若是讲有造成吼，大家伫个收听的部分，或者是讲你感觉讲有一点点不方便的时候，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致歉一下。我顶下即讲，虽然讲阮的节目呢有变动，但是我们的服务绝对没有改变，还是一样阿宝老师哦，还是一样宝妹，还是一样我们公司的其他同事阿龙啦、阿华啦哦，问的小江哦，我们的一些妹妹这一类的哈、哦，来跟大家一起哦，共同哦学习行动。所以随时欢迎咱的乡亲哦，你有任何的问题，你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拢当靠阮公司的电话632-3469，或者是632-6370，这两支电话爱记哦吼。咱老开门市部分呢，是伫下晡早上的9点以后，一直到下午的5点哦，可是这时间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呢就以心知，小可甲阮斗三工，小奉上一个吼。好啦，这是节目一开始呢，先针对吼咱的节目方面呢，再一次跟大家吼做一个说明。好啦，那既然换了节目哦，那我这时间电台呢嘛绝对袂吼咱的乡亲吼来吃亏。说七月份咱活动，什么款的活动呢？你注意听节目，注意听广告哦，很快呢就会听到吼咱的广告。告放送，有好看的物件，绝对不送给咱的乡亲，绝对不会让咱的听友感觉讲啊，那安呢？是不是？不会的哈，有一些很不错的东西，还是要跟大家呢来赠奖一下 ，coin 一下。而且这个呢，真正是大手笔哦。每一天一个礼拜呢，有3天，一礼拜5天，咱做现定位节目5天，但是有3天哦，3天要创什么呢？要送物件，一天就是10名，哦，一天呢就是10名。哦，就是3天里面有10名，哎，不是，一天就是这3天里面每一天呢固定就10个，所以等于一个礼拜呢，我们要送30份奖品出去。如果那是讲，哎，好像还蛮踊跃的，大家也觉得很不错哦，那还是可以加码，再多加码5份，即是讲头一名的礼物甲哎后5名的这个礼物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但是这么一点点不同里面，绝对是的。绝对拢是咱相机边啊，听众朋友吼，你用得到的这住宅，所以呢，相机边啊，你那是吼，对于这个coin赠奖活动，你有兴趣？时间入外时阵，你一定要注意，密切注意，锁定我们的频道，不会让大家呢，听这句，听这句，那拢无，宝贝是安怎吼？放心，我讲话介实在吼，今天也已经吼把所有的奖品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乖乖刚回过来啊，回过来啊，到时阵搞物件送给咱的听友。伟雄金刚，那你为什么现在不送？因为这几天刚好缺货，你知道吗？刚好缺货，那每当讲吼，凊彩公公诶，啊无物件，啊讲要送你物件，是不是？所以做人呢，我还是喜欢实实在在，摕到手的物件才过来讲，还没有拿到手啊，到时候吐了锤，我不喜欢这个样子哦，所以我先卖公布这是什么物件，但是绝对是你喜欢的。那这样商品呢，好朋友非常的喜欢，每个人都用得到，而且呢，家贫如潮，尤其是真侪吼，做些朋友常常拢甲我讲，宝妹。这个东西真的很不错，那现在又是夏天，所以我安尼供出供供供供供，好像呢这个产品呢已经呼之欲出了，对，要从水中呢冒出来了，探头一下，嗨就是我哈，过几天呢你就知道嗨就是我是谁。好了，那老师呢还没有上线哈，这是底下丹老师的这洗干奶店呢，先跟大家哈先讲一下哈我们的一些活动。好啦，讲到这里呢，老师说他好了。我们等到齁。我只要看到他绿灯亮了，我就来连线齁。所以兄弟兵啊兄亲稍等齁，宝哥几分钟，应该不用太久了齁。等他好了，我们就马上齁，马上跟大家齁来连线。所以咱听友呢，等下吼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代志，拢是敲咱这支电话0563386001 6338601。咱线上这位听友吼，你的电话我先给你接，等下老师呢一上线，我马上呢请他帮你做回复吼，反正都已经吼在准备了。喂，你好。宝妹你好，我1931。哦，1931，嘿，你好。
啊，那个抽奖活动还没有开始啊，哈，还没，还没，还没，而且我们不是这个时间，啊，我们是七月一号开始。哦，七月一号才开始啊？对，七月一号，所以你哈，别紧张。啊，咱的游戏规则嘛，阿不讲，我只是甲大家讲者，娘娘，好，大家呢，稍微准备者听咱的节目，我只是想说，甲，咱的听友call我，你知无？我甲阿爸老师拢足紧张的呢，哇，时间，咱的听友是不是会流失？我们也会紧张，所以我们也会想尽办法，希望大家呢，可能大家嘛知啦，就是借由这样的活动呢，希望把大家留住。我嘛是，是会是讲。就是安尼的原因，对不对？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啊，有另外电台的时间啊，无依无属啊，总是要保持一下我们的诚意嘛。所以到时阵，嘿，你安尼有什麼？我再甲你问讲，你的重播时间是没有改变的，改是啥物时段？你是听收音机的吗？嘿，我听收音机。你讲你也是听收音机，头段我有讲，就比较不好意思，收音机是无。但是网络才有，啊，你有用网络听的习惯吗？我用 LINE 的，有恁的 LINE。LINE 甲网络。电台无同款，无同款哈，是是是，那跟网络电台不一样。导出 A P P 对，对，老个搜寻，对对对对。啊，如果你那是网络去收听的人，咱原则上重播的时间都没有改变。哦，是，这是网络开始。你那个做那个呀，那个做咱的手机啊，网络有网络有电台。有有有，没有电台那个是啊。有有网络有，你是那个你是邱先生吗？对对对，哦，邱庆龙嘛哈，邱龙庆，哦，邱龙庆，邱龙庆，邱龙庆，对对对，啊，这就真好，好，那对你较歹势啦，所以你若是这个部分，你要听重播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要稍微去搜寻一下网络电台这个部分。哦，好，谢谢啊，打扰了，好，不会不会不会，没关系哈，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来，老师说他连不上你，我请他再你试试看。来，蓝田友哈，稍等一下下哈，我等老师哦，等老师一下。所以那call in活动哦是下个月，而且下个月呢是七点到八点的时间。你一定想讲哈，有什么要七点至八点？恁不是六点才开始吗？就开始就可以开始改嘞，又个吹落去干不是？因为呢，这是一个收听习惯哦。因为大家以前都是听五点到七点啊，六点的时间，可能有听的朋友啊，写听啊，啊，即卖吼下令时间，还好现在是下令时间，大家拢做了看晚，所以呢，咱下当吼，伫七点到八点的时候来开放给大家。那到时候呢，就是会跟大家吼谈一谈，咱的一个吼柯云正讲的一些游戏规则啊，到底是虾米款游戏规则？时间到吼，再个甲好朋友吼做进一步的说明。好啦，那为什么老师都看不到呢？真是奇怪哦。他说，因为呢连线的问题哦，既然这线路呢有一点点的问题，嘛唔知啦吼，不要紧吼，咱听友呢再给阿宝老师一点点时间吼。我们就等他一下下哈，看到底是出掉什么款的总控。那今天呢，还是一样会进行节目哈。这个换的时间，我们两个呢都是，麦克风两个袂紧张啦哈。虽然讲我跟阿宝老师哈，大家拢有看过啊，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看过，头都很大。但是呢，我们头大呢，绝对还是会有烦恼的，不是头大呢，烦恼都不见哦，不可能的哈。好啦，等下呢，老师去上线哈，再个个好朋友哈，讲到加相关的代志。好，老师说他在处理中，所以咱听友呢，再稍等一回回哦。我们一旦老师上线了呢，有任何的问题哈，再个好朋友哈，到底来关心。啊，咱雄青呢，后天呢就夏至了哦。天气呢就开始又更热了，哈几啊呢？一天内底呢，哦，算讲一年里面呢，你上长的一天就是第一天二十一号。那二十一号呢，我们再聊聊哈，这个节气的问题哦，因为阿伯搞哈，所以咱先卖讲。那我们留一点点时间呢，给阿伯老师哈，上线哦，我先跟他小请教一下，到底呢？伊迄只乌是搁扛去倒位啊？吼，就想要讲吼，你只乌吼去卖卖好啊？陈亚兰有一只乌歌叫做吼，五千块卖卖一只乌，一只乌卖卖五千块。那首歌我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因为还挺好听的哦。好啦，我跟老师联络一下，咱听友呢，好啊，几分钟的时间，稍待一回会。
来，咱听友的时间吼嘛是介宝贵吼，我们先让大家呢听一听吼，咱听友们实际个这问题吼，因为热天的时间正实际个乡亲嘛介济，那我们来听听关有关于吼百香果的问题。蔡艺人，蔡艺人有没有问讲伊的这个实际个吼？结果了，伊的果实呢有一点点畸形，而且呢外口面呢果是有淡薄吼隆起的一些。不平不规则的这个所在，伊想要问老师，有关吼会造成正面问题的因素大概是虾米？百香果哈是结果哈，因为伊那是安尼生掉吼就歹看面的吼啊摇摇，但是呢伊并无安尼回鸟回鸟吼，这大概呢咱看会到的吼，看会到的这应该拢含一个缺硼吼缺硼有这款的这个关系啦吼，所以这百香果这缺硼呢常常去造成伫咱咧栽培内底吼，这是一个真大的这个影响吼，所以通常你都会看到吼伊都有这个这种。叶啊，吼，算讲伊个果呢，就感觉那从安尼种类安尼啊，内底较无接吼，这种呢，即通常第一吼，即含即个缺硼呢，有真大诶一个即、這个关系吼。啊，个另外一种是即个咱有当时有一种病吼，讲叫做木质病吼，木质病呢伊即真典型果形伊卖扭曲吼，会了变形。这种通常是幼果形成诶时阵你就看伊出来。这个个性就无啥正常，而且通常有这款的一个这现象吼，长吼拢会出现到这个臭大尾吼，这含这个缺硼吼，这两种初期这症状呢，拢真型吼但是伊较特别的就是讲缺硼吼，伊迄个叶绿素吼，伊叶啊袂回凉回凉啊，这木质病这种物件，伊叶啊流啊回凉回凉吼，所以这通常都会去伊的一个个吼会变真高皮。啊，缺硼是外口诶，种类伊内底果腔内底迄个空空诶物件吼，伊袂变真大，所以通常缺硼吼，这是外表较歹看但是呢，伊多数要个起来割接吼，算讲要个还好吼但是你拿木质病来讲，伊就容易呢先失去掉这个商品呢，这价值，所以你切看买啊，如果迄皮呐变真高吼而且伊这个药呢，就真容易吼，真容易去看到。你讲有当时啊，这个病呐掉掉的时阵呢，伊就容易吼积血啦，还是讲生了真少啊，那正经是缺硼的这部分呢倒是。要个是还好吼咧生呢，要个是正常啊，叶啊嘛袂安尼回鸟吼所以呢，就有这两种的一个可能性啦吼，即木质化吼百香果木质化病毒吼所以目前来讲啦吼，这种是无什么款的一个。没有什么太大，这是完全是蚜虫去传染哦，所以咱要种的时阵，就是爱栽培，最主要的是这个无病毒的这个健康种苗啊，并讲像咱台湾呢差不多伫立冬以后，一般通常爱到12月哈，12月加2月这个中间这个、菇荨哈蚜虫啊，是讲这个蝇裂粉丝较少这个时阵呢，可能呢伊那是伫迄时阵做仔啊来种哦，伊的算咧大了生长的这个期间。就较健康吼，即摆你若是种了较慢吼，比如讲九月、十一月，你秋天迄阵了，有诶讲真诶袂歹，较早种诶，迄时阵蚜虫密度足悬诶吼，伊就去感染吼，所以即通常伊就无通讲盖好势安尼吼一般啦吼，就是讲即摆即个伫台湾种这百香果，差不多拢变作一年生吼，即一个中间你都改即个提掉种健康种苗种慢慢的今年下拢改撤掉，个定种新的吼，即可能安尼起来呢较有法度吼去减少掉即种木质病的一个发生啦吼，因为即个百香果吼。百香果除了这个木质病以外呢，各有一挂这个病毒哈，各有一挂这个病毒呢，伊也有真多哈，这些果形拢会产生畸形哈，并讲像这个纤维病毒，还是讲这个斑纹病毒哈。这好，来，咱听友哈，对你们比较抱歉一下哈，因为我已经看到阿巴老师在线上了，那我先盖一点锁哈，因为这样代志呢较要紧啊。如果大家对于百香果哈这方面的话题你有兴趣，你那个宝妹讲。我们呢找时间呢重播给大家哈、哦。
到丁来哈，来了解哦。好，先跟老师连线哈，连线这个事情呢，先把它搞定了。介意吼，用个好势，甲老师呢，连线了，咱再过来吼，进行着咱今日呢相关的节目内容。那好像呢有看到，但是呢不太顺利吼。啊，真的是不行。不行，这个糟糕哦！早知我个好，咱听友呢继续听。真是大出大意，好，没关系，你们放心好了，这个我是很有办法的。那听众朋友呢，稍等保密一下哈、哦。来，我大概呢知道落在哪一个地方，那你们先听一下，我再来把这件事情呢处理好哈。那再过来哈、哦，噶好朋友呢进行掉今日节目，浆果差不多拢变作一年生哈、哦，这一个中间啊，你都改这个提掉啊，种健康种苗啊，种种慢慢的今年下拢改撤撤掉，啊个定种新呢，吼、哦，这可能安尼起来呢啊，靠发多哈啊，去减少掉这种木质表应的这个发生啦，吼、哦，因为这个百香果哈、哦，百香果除了这个木质病以外，阿板老师好。大家好、哦、终于连上了、嗯、好，刚刚不行，我就不相信搞什么嘛，是不是？不过今天没关系，今天没关系，今天你呢晚一点上线也好，我还没归习，我都没机会谈公两句话话的，很条件不用，今天就跟我稍微聊了一下，没有，是我刚刚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啦。我有给我们下个月的大概的有一些活动先给我们的乡亲尴尬一下，包括这两天呢节目呢那呢变动，那可能在网络还有在收音机的部分，各家乡亲呢稍微尴尬一下哦，因为还是有些人，杀无账啊，这到底啥呢？啊喏，啊是重播是几点？不然呢，我们会当刷去迄个几点来听，这个几点没关系。因为收音机基本上没有重播的部分，你只能听网络的部分。网络的部分不会哈、哦，寻找电台的话，可能你要求助于谁哦？他都要五噶，用镜头修瓜，利用一点点时间呢，借这个机会哈、哦，跟大家说明。好啦，那我们就不再啰嗦。老师，天气很热呢，要多喝水哦。咱兄弟边啊，脚腿条件没有哈，也是要多喝水。今天呢，我看到一篇报道，因公吼。一般人都感觉说，忧郁症呢比较容易在没有阳光的日子啊，秋冬季节呢容易好发。听说呢，天气太热也会呢，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记得、哦、让自己呢活得阳光一点点、哦、生命很可贵的，你要想看看啊。如果连你自己都没爱惜你的性命，那谁会珍惜你的生命？所以要好好爱惜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好够勇敢，别失志。哦，虽然我安尼讲，有人听袂落，伊感觉讲，迄个是另一半吼，是个自然该安尼，不是。其实我也会有沮丧的时候，我代志哦，你既然吼无能为力的时阵，我教你这方法。老师知道什么方法？放好暖，放好暖啦，可是安尼啦，这么简单，放好暖，你知无？因为好像也有道理哈、哦，但是我一个功德灯来哈、哦，这个啊，说真的啦哈、哦，你那是连刷，我这个睡眠品质就败哈、哦，这个莫名其妙哈、哦，人呢就无爽快哈、哦，都唔知啥物病哈、哦，感觉就是这个饭啊食落，感觉规身躯拢肿头哈、哦，是安怎哈、哦？这一定呢先得体哈，来、就、讲、是、先去咱好比讲先看一下这个身心科。啊，为什么要看身心科？因为呢，即马即个尤其即种心理医学即个方面呢，也还蛮进步的啦，吼，对一寡即种即个镜头呢，都会拢会感觉吼，已经比较有办法去处理啦，吼，所以呢，看一下医生吼，伊会当互你较。比较容易度过啊，你然后啊，不然一阵的啊，阮阿母啊，雄雄都啊无去个下啦吼，哇，那个时候真的是，还有当时啊开车吼，啊莫名其妙听着一条歌的时阵，因为一阵中岛哦，我做节目做透早嘛，啊有当时啊中岛拢伫厝，一阵阁有咧做事，啊即、這个中岛伫厝啊休困，啊即卖是毋是拢搬断去楼顶困，因楼卡较凉啊，啊都开食饭时阵啊开一下啊即个冷气啊。啊，迄阵伫遐看一个即个连续剧，阮阿母也爱看嘿哈。
啊，看一下这个连续剧，迄种就诶中昼诶，毋是拢半点钟尔，是啊，十二点报新闻，十二点半演一个连续剧，啊，看了拄好一点嘛，你啊来去做工课吼。啊，迄种诶一条歌吼，啊，所以迄阵啊听着迄条歌诶时阵呢，都毋知安怎，我莫名其妙都一直掉眼泪吼，连车拢无法度开吼。啊，暗时我这足好困的人吼，我拢常常各位啊，倒伫这个眠床顶底啊，翻来覆去吼。啊，有一届呢，就是也是一个巧合的迄个机会，拄着阮同学，阮同学讲，哎，你诶，忧郁症吼，恁到这个恁姊啊，恁虾米人，拢赶快去看医生哈。哎，真的去看了医生以后哈，就稍微因为这是。可能比较更容易平顺的度过了，吼啊，所以有时啊，那拄着一挂人足郁卒的时阵吼，啊，你唔通啊，这边这种痛苦是没办法比较吼，你唔通常常讲，啊，人我迄阵安怎吼，人迄困难吼，吼，迄偌艰苦，人伊得过，这大家人镜头无同款吼，也是去看医生吼，因为你要来鼓励讲啊，这可能吼，啊，这个真艰苦吼，啊，真艰苦，爱去看医生，吼，咱感觉是安尼啦吼，所以啊，我是感觉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底下的当好朋友吼，小做者这个了解吼，就讲真正吼，就讲啊，去寻找一个方位医生吼，一种药啊，什么这个都是给我们一点点吼，就是只是给我们一点点哈，一点点啊，一个这个帮助了哈，就是给我们一点点帮助哈。啊，这个给咱一点点啊，这个帮助，但是呢，更加重要，这个所在是什么款，然后更加重要，就是讲我们能够去面对哈，咱家己呢，因为啊，给咱较好过，咱有法度去面对。对啊，啊有当时啊，就是想办法吼，就像宝妹讲的讲安尼吼，就给他摆烂了呢吼。啊，即、这个偶尔就是啊，即、这个放纵一下自己安尼吼，小可甲放松一下安尼。啊，即、这个是一个足重要即、这个所在啦吼。你讲咱家己要去调整着咱家己的即个脚步吼，啊，唔免忌讳去看医生。啊，当然你那是有未歹的一个，即、这个你有一个较许个宗教，原底都有一个宗教的信仰吼，啊，有一个宗教信仰呢，啊，即嘛是会当予咱搁较容易去面对着即个痛苦的时阵呢，啊，较容易甲伊行过来安尼。好、哦、啊，尤其咱真侪做事嘞，一个好朋友吼，迄有当时啊，那是啊，连续咧做，一段时间咱就爱跳脱一下啦吼、哦。所以当然这嘛是咱电台啊做了较无好的所在。理论上来讲，咱应该三个月爱办一届活动，迄届一个好朋友甲咱咧讲，啊，恁电台唔对啦，我讲哇，噶他安怎电台唔对？对唔对？这种活动吼、哦，三个月就爱办一届吼、哦，两摆国内，两摆出国安尼吼，啊，就三个月办一届活动，安尼吼，大家。拢会一个啊，那咧捂住咧，拢走来一个，咱得换一个啊，这个心情哈，出来行行看看，啊，这其实这个是重要的，就是去行行看看哈，啊，会当用更加重要的一个重点吼，就是讲啊，换个环境吼，咱也是换一个这个环境的时阵啊，咱就较容易呢，更加去啊心情吼，就是讲会有一个较无同款的时刻吼，暗当一直呢啊去夹伫迄个点吼，即有当时就是讲啊，真济吼，就是。伊也是做代志较顶真诶人吼，啊真杂毛吼，就是讲较歹听，讲伊做杂毛，但是啊，即个讲较好听，就是讲，即个用另外一个角度甲看起，伊做代志就是有够谨慎，有够细致。上重要就是讲，伊做甲足好势，做甲足完美吼。啊，但是有时啊吼，即个咱做事的时阵，那是对着这种想过头完美吼。完美是咱会当去追求，但是呢，你步步那拢追求安尼时阵吼，真正是对家己来讲呢，足辛苦的吼。所以真正就是爱啊，试着呢，小花去摆烂吼，就是讲啊，咱这个方向小花调整一下，然后和家己呢啊，唔当遐尼即个啊执着吼，执着对即个啊某一个点来。对啊，这拢无简单啦吼，这讲别人拢较轻松吼，这也不因为家己有经过迄段路的时阵呢，啊，我也感觉讲足无简单嘞吼，所以我若看啊，咱电台小巨人吼，这我也感觉有时候就觉得很佩服他吼，啊，即个恁知影我咧讲啥吼，就是讲咧讲宝妹吼，真厉害吼，拄着代志的时阵啊，伊会较紧嘞，速去甲做呀，但是呢，啊，一寡代志呢，他就啊能够很轻松的一个去面对吼，啊，这有当时啊这种吼，就是心理素质爱足悬嘞。要摆烂嘛是还有心理素质啦吼，但是唔是讲什么代志拢无关，是讲啊，什么代志会当甲放开，什么代志会当家聊较暗咧吼，含咱咧做事同款吼，咱最重要即个所在是讲啊，咱咧做事的时阵有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啊，真要紧的一个重点啦吼，这重点伫什么所在呢？就是讲。
咱因为工课做袂了吼，迄工课是真做袂了。你若是真正要安尼啊，步步拢做加安尼足要的吼，咱做袂了啦。即、這个啊，即、這个真的很难吼，真歹去改做哦工作。啊，但是呢，啥物代志是咱家去做的即个重点吼。咱咧做工课就讲迄个有诶讲迄个美角啦吼，迄、那个美角伫对啊。其实迄美角是啥物？美角就是重点，那就讲这个物件咱咧做的这个重点，比如讲热人这个时阵啊，这个重点是啥物款？哦，热人这个时阵，咱来去面对的，就是热障碍要怎解缓解？哦，啊，这热障碍为什么发生？因为通风不好，因为水伤过头多，因为水伤过头少，那是啥物款的一个原因？那是讲因为进前连续几日讲的乌阴等等啊，这些物件啊，咱的重点是对一只吼、哦，所以咱来把迄个重点抓起。啊，剩的嘞，剩的放过它啦吼、哦。当时啊，啊，这个饮水已经堵在水底堵72点钟啊吼，啊，咱该做的一定爱去甲做吼、哦，所以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重点就是说这个要紧的一个这个所在就是说啊、咱该做的咱要去做。啊，过来就是天公伯啊，留一碗饭给咱吃呢，吼啊，咱去该我们努力的，啊，咱有去该这个努力，吼，这点是最重要这个所在，吼啊，别当讲啊，的什么拢不管，不可能啦，吼，我搞笑相信咱真侪好朋友呢，啊，咱拢是安尼的，讲无什么没有什么不管，啊，咱就是真啊用心，吼，把这个工课啊该做好势安尼，吼，所以这是啊不个人的这个看法，所以有当时啊这种面对的一个热的时阵吼，因为这但作息热，天气若愈无好吼，人就愈袂爽快吼，这拢是安尼啊。所以有时候呢，啊，有时啊，就是讲伫个浪旁啊，现状呢有真侪，好比讲啊，我来山顶行行，较凉吼。啊，不过从即阵嘛，若去山区嘛是会午后雷阵雨吼，啊，出门嘛是爱细致啦吼。有诶讲啊，你看我就是遮尼啊歹运，迄个出一工出来咧山顶行行咧，啊，就拄着午后雷阵雨，毋是你歹运，若是即嘛讲要逐工拢午后雷阵雨，迄搭是算你歹运是毋是？啊，你就是尽量卖话南部行嘛，你知影讲南部午后雷阵雨，啊，北部敢会落雨？啊，看卖食啊，这种吼就卖乌白药吼，啊，就啊是讲啊，无咱就规起来百货公司逛街，吹吹冷气吼、哦。像我读研究所的时阵，啊，阮老师、阮师母啊，叫阮老师拢会约阿伯啊讲，吼足热，咱来讨论一下代志。我讲啊，足热要去对讨论代志，哦啊要运动哈、哦，啊这个。要去对运动，然后去百货公司，吼，啊，两个伫百货公司哪行，慢慢哪行，慢慢哪开讲，吼，一寡问题，啊，要咱过来要安怎做，过来要做啥物工课，啊，去伫遐散步，啊，行，罔行，罔行，罔踅，安尼，啊，内底凉凉啊，吼，啊，轻轻松松。哦啊，看到啥讲啥，哎，这也不错啊！哦，你那是啊，有的人讲踅街啊，像你这样安尼去甲看一寡奇奇怪怪这物件啊，这个嘛是袂歹吼。所以呢，我是感觉这一点吼、哦，这一点呢就很重要吼、哦，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啦吼、哦。啊，这个伫遮呢啊，嘛含咱所有好朋友呢共同勉励。啊，总讲咱厝里闹一寡人吼、哦，就讲咱的亲戚朋友，咱的亲啊，咱的亲人内底闹拄到这种的吼、哦、啊，这个有当。是啊吼，拄着这种情形的时阵呢，硬软度拢无法哩吼，硬也无法，软也无法啦吼。啊，咱上重要就是讲，点点伫边啊一个陪伴，啊，佫较要紧的，就是讲一定爱啊鼓励呢，爱行出来，爱去看医生吼，啊，往外走一走。阿麦规工窝伫厝诶，啊，即愈无晒日呢愈害啦吼，啊，但是呢有阵时啊，就是讲确实确实咧，一寡即个镜头吼，即有人讲为虾米安尼唔知呢？即啊古早其实都有啊，做侪人即啊其实以前吼伫古代即都有这种镜头啊吼，都唔是无这种镜头，无是安怎有这种啥物价位逍遥伞吼，啊，好朋友你也知影讲，迄个是啊，即都有这种的一个作用，这个以前就有了。好，以前就有这哈啊，这个底下当好朋友，好小做一个这个了解哈啊，这个物件是安尼哈，这底下好哩啊，我们反正呢，就是讲大家那是有度的啊，想好买啊，但是有的时阵呢啊，就是鼓励走出去哈，鼓励伊爱往外走出去哦，去甲行出去。哦，啊，要行出去，哦，咱亲人的陪伴啊，就重要诶，哦，啊，即看一下医生，啊，或伊怎样讲，诶，至少晚上呢，哦，得当正常的一个休息，啊，人啊，如果休困哦，困眠也无好，因为讲啊，迄食即个啊安眠药啊唔好，吼、哦，对啦是唔好啦，啊，但是你无嘛，你要看医生啊，无你拢无困，敢那无困就嗨呀，是不是呢？人都无休困，你就嗨呀，所以咱一定爱。
你可以这个啊、多多去走走，多多去看一看哦。这啊、我相信呢，这嘛是最重要的，这工作是不是呢？哦，所以这底下好朋友呢，啊，是万一啦哦，讲亲人内底吼，这亲人内底有这种情形呢啊，朋友啦吼、哦，啊，就讲你找一寡开当信任的吼、哦，啊，就多鼓励他哦啊，一定呢，唔通忌讳看医生。哦，这我当下记得真的去面对的时候，也真的很辛苦啦。好、哦、啊，所以呢，这个是啊，那是天气不好哈、哦，天气不好呢，咱家己爱好哈，都像宝妹讲的，最重要的这所在多喝水哈、哦，这水有啦，我都有啉水啊，我啉真济哈，啊啉真济，这迄拢唔免讲哈，讲啉偌济拢无好，放尿是啥物事？黄的。我火气大，放尿黄的，我白迄唔对哈，迄火气大放尿黄的，表示你水啉无够。注意爱啉个高，啉个个什么程度？啉个棒球袂使是黄的，你唔通请迄、那个啊什么郭总咧讲什么？最近小便有没有黄？吼、哦，就讲伊个员工呐，请请多棒球吼，即种安尼袂使，唔是啊？吼，就讲伊伤认真，这样不行。我、哦、要多喝水，喝到呢啊，这小便那即、這个啊，迄、那个不能有颜色啦。吼、哦，当然淡淡的还可以吼，上、哦、好就是讲会当对加啉瓜，就讲啊，我都有咧流汗这些吼、哦，注意。老光啊，好、哦，有，这没有网络有点点怪怪，没关系，就让它稍微震荡一下。嗯，好，好，好，老师他就还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不要讲了，嗯、就不要再好。这个公牛这呢，其实阿伯啊，还是啊，因为刚刚讲很担心呐、啊，哈、哦，提供、嗯、是的，因为有讲夏天很容易掉痧啊，哈、哦。对对，要多喝水哈，这水呢一定要啉够哈。好，嗯，好，来接的时间，老师，我们马上来接电话哈。我们张大哥上线了，我们先来接他的电话。张大哥你好，哎，非常小姐，老师好，哎你好、啊，老师可能不在台湾的款啦，是的，啊是的，好啊，那个文明病啦，哦对啦，是你讲的拢文明病哦，人也当放下，哦，都有法度啦。就会当较好过安尼啊！迄、那个因为顶礼拜我有听到老师你讲香蕉的代志，甲托马豆昆虫大的代志吼。首先先来讲托马豆，我拄着诶，伫鲜露鲜露打出来，其实我有种啊，因为我伫过去种膜啊，种膜啊，春季的膜啊，若落雨了，原来徛死个地啊。迄最主要其实也毋是啥物病啦，缺氧。哦，后面啊，你讲讲啊，都土地叫白的。后面啊，你讲土地结皮啦，台湾来讲土地叫白的电刷顶安尼，蛮有滴可能。哎、啊，因为托马多的代志，我迄个啊，好多好少有滴听咱的电台，就是我离婚姻关哦，拿来一个朋友，伊去饮露水溪的水吼，哦，迄准水落来了，饮可能饮较高了，准水较落的时，面顶嘛卡一烟，绝烟。就是因为吃人的困难大，吼、哦，安尼，然后有这个现象。当然，大骨那嘛这是都降低啊啦。啊，大骨那这是根本，我也是讲迄、那个是都是困难大哇。哦，答案是这样吼、哦。啊这，啊，过一个问题，老师你讲黄牛病的代志吼。其实黄牛病伫郭文良教授，伊伫美国早期不是当来台湾，其实伊当来拢。多少的时间？你阵还袂当啊做工做教授的时，还袂退休的时，拢在屏东的九如哎，金九研究所，因为新川啊，黄新川是他的学生，安保镇还有哎，阿个何婉清哦，老师因苹果大学本地的主任的何婉清的技师东西，台湾大学一个姓杨，迄个真早的王姓的威尔威廉斯。我、哦、还是对外话啦，啊，因为黄牛病啦，迄、那个郭文龙教授伫早期伫遐咧试验，照讲有接种啊，接黄牛病症吼，伊敢那尾也敢那讲二年，台湾糖业吼，伊个炉渣啊，甲家伊个迄个米粿，迄个米粿遐二年吼，遐物件伊都做试验，二年可能经过二下头起来遐带遐不好的东西啦。吼、哦，啊！伊迄其实我用足侪用，一当个东西拢买百几栋了用。啊，伊做试验了，敢若历年有十栋，七十几趴的会完全，二十几趴的感染率呢？啊，其他拢动拢无超过五成，拢三成以下啦。
跟来避免用什么什么任何一个物件当中无法度。啊，因为是安奈反应呢？因为我迄天拄好伫公路上，伫高速公路，因为我迄天入去老夫人研究所的学校去找蔡教授，哦啊，嘛去找郭文勇教授，因为因为我的事是最平的。啊拢伊家慢慢讲，啊，佫有嘛去讲到，嘛去找徐老师啦，啊，迄、那个副校长嘛咧，啊，其实老师你讲讲，虽然你讲讲放互烂，啊，其实这是人安尼讲是对个，就是把它放开。啊，那政治就毋是安尼啊，政治呐不要脸甲无奈吼，是他最大。哦，啊，迄、那个是金光强将军，金光强将军的人啊咧，哦。啊，真歹势啦，讲到遮倒哦，啊，阁有哦，真久无听到咱的孙龙的迄个替换，吼、哦，那神秘女郎啊，系啊，都没有可以，我鼓励讲哦，他会来，会可以会发财呢，我不怀疑哦，我讲他已经懂得很多啊，吼、哦，啊，就是要一直在深层地鼓励讲哦，孙龙会当阁如何，阿姨如何，老师如何。啊，虽然啦，如何安尼啦？啊，虽然是可以抗压的人啦，因为他都经验各方面吼，可以说吼、哦、三分地裂面不改色的人吼、哦、啊，多谢各位啦，甲各位报道到这吼，啊，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谢谢张大哥。来，这个不管安怎哈，这个都叫讲到这个蚯蚓哈，这个。我感觉讲这点介要紧吼，这道棍道棍，做侪人会问讲，这毒蚯蚓到底是好啊？歹吼，蚯蚓是好的吧？滴哈？好的吧？对啊，滴土壤内底存在这道棍啊时阵，代表咱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有够的吼。所以呢，有当时啊是一个指标啦。我哋讲有机质较够的时阵，土壤内底即个微生物吼，即个咱咧用的即个龙鳞菌啊、菌根菌啊、吼、哦、蕈状芽孢杆菌啊、吼、哦、枯草杆菌、吼、哦、异化淀粉芽孢杆菌、放线菌、吼、哦、什么光合成菌、吼、哦、这些物件呢？其实完全你弄起腐生菌，哈、哦，腐生菌，啊，这腐生菌呢，一个这部分呢，这个有呢，算，因为弄起腐生菌啦，哈、哦，它都是腐生菌，所以呢，伊就是靠这个有机质，哈、哦，这些物件呢，去吃它，哈、哦，然后呢，伊住伫迄个所在，哈、哦，有食有通去住，所以呢。这些东西它就可以大量的去繁殖，当然对着我们土壤里面一些这种病害，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禽兽的这个黄叶病，就是说或许因为就是这些东西这些存在去造成到这些比较容易、这个比较会有一点抗性，这是我们现在在说的一个这个重点，这个问题呢就在这个位置，所以这是好朋友呢稍做一下这个参考。那蚯蚓其实就是一个指标啦，你说什么叫做指标，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存在代表我们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比较靠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充足啦，以当然有机质的这个充足对于后面呢以作者这个好处，它大概呢都会是有很好的啦，所以这个原因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好，这个部分当然在政治咱拢有作者这个立场哈，每个人呢对这个政治哈拢有家己的这个看法哈，家己咱想要去希望的哈，这个方向哈，但是呢有时候的咱真侪这些物件哈，这个也很难去讨论哈，就是讲因为这种政治看下面就是一个信仰哈，这种政治就是信用哈，这是一种信用的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呢这个东西很难去讨论，好，但是就是说我当然因为派特论，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对，就是尽量我们尽量就没有去讨论它，因为不管是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啦，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都是依照这个目光狭窄，对于不管来说都是目光狭窄浅显，我们都是看在农业的这个领域里面，有的人说你没有这个国家国际大国际观，这个也是对的，这种批评我们都悉心接受，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太大
大了，大到做些代志呢，我真的没办法去理解、去管，哦、去关心加遐尼深入啦，吼、哦，啊，尤其呢，这个我只能在另外的一个这个专业的一个，我感觉，吼、哦，我自己认为我还算专业的领域啦，吼、哦，啊，伫咱的这个阿伯阿主任还可以有一点点专业的领域来再说两句话呢，吼、哦，啊，这个较歹势，吼、哦，所以有真侪好朋友啊，我当下咧一寡这些问题在讨论的时候，吼、哦，这个阿伯啊不太容易去参与讨论，为啥物咱无阿多去参与讨论？因为我感觉讲，迄物件唔是我的一个专业的领域，吼、哦，我有当下啊没有办法去很自在，吼、哦，去把这些事情呢，啊，是讲很。很有水准的啦，哈，但那你讲哈，当然有当下啊，其中物件就是讲，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气氛啊，是什么款哈，那多多少少都会带一点这种。多多少少都带一点这种情绪，这个都难免哈。啊，咱尽量伫即、這个我所会当去做的，就是讲啊，基本上咱啊想要去表达的，就是讲在我们的专业领域上，吼、哦，伫咱专业的即个这方面呢，啊，咱会当好朋友呢有一个即、這个提供这种啊讨论的一个平台安尼哈。那、有关伫即个金蕉的即个黄叶病吼，即可能是全世界足想要去解决，尤其是美国有个人讲，即含美国啥物关系哈？全世界做香蕉贸易做上大，就是美国都乐这间公司啦哈，所以呢，因当然很想去解决哈，因卖香蕉种香蕉哈，所以增加底有呢，即个非常即出名哦，包括像啊，咱嘛讲过，即全世界吼，即金蕉的贸易内底哈。啊，种香蕉的吼，还是卖香蕉的呢？其实咱拢讲咱香蕉王国吼，其实我都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吼。人比利时吼，迄、那个小小的国家吼，在全世界啊种了那么多香蕉，卖了那么多香蕉吼，人因拢唔敢讲因香蕉王国吼，而、啊、我们认为我们就叫做香蕉王国吼。现在这条路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必须再继续努力啦，好，为什么是安尼讲哦？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讲，咱要够做这几个，你还没办法做得那么的好，好啊。最主要是安尼，好，就讲、是、尤其是金蕉，当然咱也袂当妄自菲薄啦，吼。伫这个金蕉这个啊，这个产业内底，其实台湾对全世界是有贡献的，吼啊。安怎讲？吼，并讲咱的这个这香蕉的这组织培养苗，吼啊，全世界的这个组织培养苗商业化的。这个运转，吼，这有一个，因为这种物件拢是一环扣一环的，这个环节，吼，任何一个苗的，这个做栽啊，这个三条拢是安尼，一环扣一环的，这个环节啊，而且尤其像这种啊，咱咧做这个百香果无病毒种苗，咱咧做草莓无病毒种苗，哦，啊，包括伫世界，咱上早去做的这个香蕉的这个健康种苗，等等，吼，这拢是啊，一环扣一环，这内底拢有足。是咱啊研究人员的一个心血在内底吼，所以呢啊，这嘛是咱台真正咱台湾的一个骄傲吼。比如讲，你啊讲咱台湾是这个啊，这种咱的所谓香蕉王国，咱的骄傲吼，咱的骄傲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好，伫这个啊健康种苗这个领域内底，确实我们就是这是咱的骄傲吼。这讲出来，人大家嘛讲到台湾的这个香蕉健康种苗啊，人嘛知影讲咱是先行者吼，人嘛安尼讲啊，后面当然很多啦吼，这个。啊，虽然咱是先行者，但是未来呢，永远追兵都不会停的啦。吼、哦，这个世界本来所有的啊，全世界这竞争呢，本来就是惨烈的哈、哦。啊，所以呢，别乱当你在你这么严格的哈、哦，这种啊，这个这么严格、这么严酷的这竞争内底呢，啊，咱个无法多呢做一点点事情啊、哦。啊，这更加是更加不简单啦。吼、哦，所以呢，啊，伫家咱是希望讲啊。在我们这一代人还要继续努力的哈，中年经济哈，经济就是这种农业界的这发展哈，通常都不是一触可及的哈。比如讲啊，像用啊的啊，去有雷公拱掉啊，就变个足厉害都没有哈。这一路走来呢，拢是一棒接一棒哈，一直传落来哈。这金蕉，这香蕉研究所，你个看这一棒接一棒哈啊，这样子一路这个传承哈，在这行呢啊，去个这工课呢啊，这个该做出来，这是相当的这不简单啦哈。所以但是呢，后面哈是。
是够后起之秀，还是很怎哈？啊，这个我们还要继续再观察哈。但是呢，有时候了哈，对这个农业，这个有呢，它永远哈，对公，它又是很重要的这个经济，但是呢，大家都不希望它成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哈。除了美国因这种这个广土重民的这个国家，因的土地宽，但是呢，因人无遐尼济，所以呢，要够发达。其实啊，你那是一个农业很发达的这个所在哈，这啊通常会有两种不同的典型，一种就是从荷兰一种精致，一种就是美国那一种大的厨房，另外一种就是大家都很穷哈啊，拢咧卖咖啡哈哈，一种啊咧卖咖啡豆啊哈啊，这个卖咖啡豆的通常不赚钱，卖可可的也不赚钱，卖巧克力的哈啊，这个通常是比较较趁钱。所以啊，这个好朋友呢，这个思考看看哈。好，来第一点钟呢，咱先暂时进到这，等下呢，咱第一广告刷了后，马上再个回来，伊往继续第二点钟的节目。